下一张呢是易如小姐。这个易如小姐这一张作品也是蛮久的，这是前面画的那张 Amy 小姐的朋友，她有一次带着朋友来我家，我也觉得说，那我来，我都不认识你，我从来没有观察过你，那我来临时来画一张你好了，就画的效果也是觉得她也很非常满意。